想把自己消出去。立冬说他不喜欢我这一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立冬，他说我的嘴唇很细。我跟你讲，你那天是多醉，因为那个是局部。张立冬，你很吓到他的脸，是。然后一出来是李毅吓到，因为我想，李毅的五官，我想李毅，我们跟他那边有点面子喽。李毅的五官拆开来都很漂亮，但是组合起来就是李毅而已。好想被选到吗？所以没有配对成功吗？没有啊。但你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攻击你，应该可以这样攻击他，他自己也没有多好。对啊，而且我是有选择的。你的花就像这个花一样。这个花怎么样？我只要交给适合的人。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反问张立东，把时间留给小鲜肉？不行，只要交到适合的人手上，是怎么样？他就会发生奇迹。真的假的？假设你像李毅，你看李毅拿啊。奇迹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有变，没有变。那如果交给那种比较漂亮一点的女生，谢谢，谢谢，走开，这个就是剪掉。交给谁？我漂亮吗？然后，你不要乱动我道具啊！啊，都 OK， 好，哎，好，还有吗？够了吗？可能你看到他要拿啊。四三的，今天有年轻人来，有小鲜肉，小鲜肉，各队都有一个。黄宏轩上次有来，他表现超级好。怎么说？他那个体育，这样我会吃醋哦。你谁啊？我是你好搭档啊。哎，又跟我弟弟拍啊？哦，是。我只会他这样表现很好。他说表现很好。郑杰倒是第一次，第一次来就是对，第一次会有压力吗？还是你去那边跟他换一下这样 ？OK 吗？体育细胞，体育细胞 OK 吗 ？OK 啊，我以前跳高队，应该跳高队，跳高队，跳跳龙门，你什么队？什么队？篮球队，篮球队。Oh my god！ 我田径队的，什么队？什么队？没有队。好，不管什么队是不是？我们要先来做暖身操。是的，暖身操位置预备。亮相，这是音乐的。五五五，再五还是五？再五。没跟好。有几个五？三个五。不对。非黑即白，两队队员穿上胖子装，两两 PK， 限时一分钟，将地上摆放的色块翻成与自己组别相同的颜色。时间停止后，翻出较多颜色的一方即为获胜。好，第一关，一分钟之内把这个牌子的颜色翻成自己对的，好不好？是的。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好。你力量好大。就开了，所以你要什么颜色？啊，这么强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太好玩了！张立东，哎，很痛，我不会翻哎。真的吗？这么好玩？嘿，怎么这么配合？我以为你要把它抓过来，张先生配合很好。好，你们第一个派谁？好，我们派出是李毅。李毅啊。
西奥兵呢？那我判我判我判你哦。对，你第一关就力大无穷，排狼的排狼的，力大无穷，哈！哦，哈哈哈哈哈！不是怕，因为我怕大家想看呢、啊。我判我。OK， go， 李毅上。黑的加油哦。我们是黑的，你只要翻成黑的，你们也翻成黑的就对了。你要翻成白的。一分钟计时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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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毅苦美瑞，李毅，不可以把板子拿走，不能把板子拿走，不能动。李毅，你可以快点吗？你好慢哦，你刚才还给我翻成白色的，黑色，全部都是白色，在干什么？感觉还好哟，你这样子全部都是白色的，他呛巴说他呛巴，李毅的牙龈好好多，走吧走吧，杰克热开始，哎，这样不好看吧？这样好吗？这样好吗？提起，真的好累，有得拼哎！来来来，李毅自己慢慢起来就好了。我的队员一直跟我说，压倒他，压倒李毅。好 ，OK， 我们来算计分啊，来。好累啊。OK， 我们赢。李毅，你真的很迟钝哎，你念念他，黄秀姐，你念念他。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加油。你看，小鲜肉好温柔。威廉哥。你在干嘛？你打狼打剑，我不知道怎么站不起来。自从小鲜肉来了，整个节目变了样，整个变直，我们的腰直了。改变，对，要看你们那些老啊。为什么要发这些女生来呢？对啊，就都年轻的很好啊，就年轻的女生、年轻的男生都很好。而且我明明是红队的，我跟人家抱什么抱？对啊，大家知道哇，那这一个第一关你们获胜了。王正杰，哎呦，哎呦，以德报怨啊！以德报怨，我你以为我这样我就要感谢你啊？跟你讲没有啦，你要不要打我啊？我改可以吗？打他！好，你竟然敢打前辈，你懂不懂尊师重道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一分努力。马上派出的是茉莉，加油！哇，世军真的很强。阿美达有穿跟没穿，你很差，怎么这样？有啊，有差，还是有差，还是有差，但不多，些微的。加油！准备了，我们白色，计时，对，对，白色。茉莉应该比较灵活嘛。Yeah.
哎，叫莫卡，莫卡范式。好，黑色十八，白色翻六。哎，我还没等换发型呢。他的辫子长长了，变短了。刚刚开始前播，你还说不要扯头发，他把我弄成这样。恭喜这一段威廉最后赛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派出张力吧。好，那我们派出小鲜肉郑杰。郑杰，我们派张立东，不好意思，请问郑杰穿的是热裤吗？为什么要开高叉？这样比较七分裤的感觉，比较好蹲，他有战术的，他有在用心。张立东有在用心吗？我有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张立东，你是过关机器，你不要忘了这件事哦。我不会忘。你加油，莫忘初衷，来。加油！一分钟听上一遍。张立东，快点加油了！哦，好快速，好快速。张立东好像一只公狗。张立东，你看看你这个局面，怎么会？什么意思？灌灌机器，我们人生白买的。什么？你刚刚在攻击他什么啊？试图掩埋他的视线啊！史上最大的悬殊20-4，怎么可能？你老了，好脆弱，冬儿哦！不好意思，我要把你过关机器的名字拿回来了。我只能变机器了。我要戴在我自己头上。好的，抢了，获胜了。你们已经最多打成平手了。好，我们希望我们平手。很难。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么说。下一回合。告诉你，我一定会很认真玩这个，不会让你。我十几年前，人家也叫我小鲜肉，我会把这个名字拿回来的。别小笼包，十几年是小鲜肉，加油，听上预备，开始，加油，小鲜肉，快了，快了。平手那关平手，哎呀，太好笑了！等一下还有很多关卡，还有很多关卡。来，我们单挑，不要传这个。来，我来。冷静，冷静，只是游戏而已。是游戏吗？才第一关。不，游戏就是我的人生。跟你来。很短的，我曾经怎么样？没事。好，第二关是什么？第一关平手，进行第二关三 D 愤怒鸟。第二关三 D 愤怒鸟，敌对队员全队担任目标物，进攻队利用弹弓射击，最后分数较高的一方即为获胜。
刚非常惊险，你很厉害。那我们就先拍黄宏轩了。好，你要打谁？打黄镇杰。哎呦哎呦，以德报怨啊，以德报怨，我你以为我这样就要感谢你啊？跟你讲没有啦，你要怎么打我啊？我改可以吗？打他。好。你竟然敢打前辈，你懂不懂尊师重道？可以啊可以。你怎么要打我？你奇怪。我有的打就你要打我。哦，好，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哎，头发是人的延伸。对，我帮你换发型哎，刚刚。哦，所以其实没有。还好吗？用这么正常的脸来啊。再求再求。再求，他很像你。啊，所以再求算吗？算了。再求黑的。加油加油！好，三滴半路娘。这什么？撞墙撞墙！对，派出我。好。林凯乐休息了，休息啊，休息啊。我打掉你。好。哎，如果你打到，你现在指定是我的，对。对啊。我们现在玩指定带，没有打到其他就不算了，要不要？不要啊。对啊。因为我第一天来主持。哇，好棒哦，好有威严哦。对的，加油。大欺小。三一，愤怒。前进一点，我们来派阿曼达好了。来了，注意哦，不要把绳子拉断。好了，还要用很久。我打小鲜肉，小鲜肉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你怎么舍得？打是情，骂是爱，是不是？答对了。哦，这么简单。我决定我要让谁飞吗？好。对。想想刚刚我开场做的一些浪漫的东西。好，黄文娟，加油！加油！叫做许志伟家，好，不要，我不要过去，我不要过去，抓紧要出发！好笑，加油！加油！卷好了，对啊，是啊，他只是张立东，你不要急，我急我急，因为他想要证明，我要证明一些什么？对，什么说出来？越想证明越会搞砸，证明茉莉花茶是你的，打烂你这张臭嘴，三滴愤怒。第一次来我就先忍着。射题老师，体育老师，来，三滴愤怒。你好，你好。右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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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闪。你以后的名字要不要改叫右闪？不要吧。反正我们的右闪很红，你要不要改叫右闪？黄右闪。有眼睛闭起来，一切很快就过了。我讲年轻人一下子就过了，年轻人，瞬间就过了。对你这样瞄到最后，就是打到我，你知道吗？三滴愤怒，打！哎，黄立东，这不是黄立东，黄立东是谁？黄立行，黄立行，黄立行的兄弟。先换了黄轩。好，黄立行，你三球中零呢。没关系，我帮你教训他。好，三滴愤怒，你打不到，打不到了，打不到，我都打不到了。零分，零分，为什么不给我机会？切，Sorry。好了，
常派出茉莉第一棒，就要你们全部，我让你们啊，怎么样？一定可以，根本不用阻挡。真的是很想要打烂张立东的臭嘴。来来来，好，来啊！三 D 愤怒鸟。哦哦，可惜。记住这个感觉，大事成功。黄正杰，好紧张哦，打到头才算。好算的，是啊，小心要快打死他。对，低一点点 ，OK。好，三 D 愤怒鸟，三 D 愤怒鸟。哦哦，可惜，再次再次，什么调点？再往下，好，三 D 愤怒。太夸张了！你看看，不是我第一次遇到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赵宇的感觉，赵宇的感觉，对，记忆，不错不错，不错，很好。哦哟，你的球好强哦！三 D 愤怒，哇！你真的好勇敢哦！我就把生死抛在脑后。到底要逼我到什么地步？加油！你中一个，我就赢。对对，我就可以乱射了。好，可以，我可以。加油，放轻松，不要有压力。你是最棒的李毅。好，你是张立东的女神。对，承认吧，就是爱我啦。你这个不去吃。你这个角度，我觉得这个角度有点像林志玲。真的假的？我眼睛闭起来的时候。你搞那个大便，好难看啊！等一下，什么姿势啊？等一下，姿势太奇怪了。为什么？这为什么一个？好，我老人了。每一个人射三 D 愤怒鸟都有自己的风格，保持自己的风格。它很紧啊。好。三 D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这样子会射不到，往下压一点点。对对对，不要被他们情绪干扰。不要控制我。对啊，你不要控制他好不好？我都。Amanda 傻，为什么两傻是打我？还有还有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拿回来拿回来，你是不是不能久站啊？你要坐你要说嘛，你来这边坐啊！你要坐你就来这边坐啊！好，加油！对对对，两只自己啊！我好歹是靠脸吃饭的，我也是啊！谁不是？谁不是？三弟，那就不要拉那么后面不就好了？眉头子轩那边有伞，不要我一次，我什么都会过。来来来来，你来踩一下。好，队长加油！两球一定要中一球，碰一下就过。张立东，干嘛？干嘛？张立东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要不要了？不要了，真的男生的对决，你真的会后悔哦。三 D 愤怒怒。有吗？没有哎，他咬我，你的球好软，他投出球。他说你的球很软。我这一次不会了，软球男，完蛋了。三 D 软男，你叫软男，好。好难听的软球男。三 D 不要再瞄我了，怒牛，好烂啊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还有球吗？没了，没有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第三关岌岌可危。第三关岌岌可危，以被认走健康步道的方式进行。被背的人在圆桌上叠筹码，一次叠五个，先让筹码倒塌的一方即为落败。岌岌可危。专人走健康步道，然后上面被背的人要叠筹码，看哪一队先把筹码弄倒，那队就输了。是的，一次叠的筹码是五个筹码，所以只要掉一个，就是对方就算输了。没错没错。好的，这个尴尬了。你们，我们先不要看你们的，我们这两位应该都差不多，差不多体重报账，大概都40四八九左右，四八四九 ，OK。好，李毅，我背李毅，我背李毅，郑杰你就背茉莉，大家先拍。茉莉应该会不会比你重啊？不可能，你看起来超弱不禁风的，你 OK 吗？不会，相信我。是重点，这也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你们这里，可怕了 ，important， 应该是你，重点来，你要背谁？先。你要背谁？你先讲。没有，女生是要背背。对。
对，要被背的。张立东跟黄鸿轩要背 Amanda 或者是凯乐。对，我决定我要让谁背吗？嗯，好，好。想想想想刚刚我开场做的一些浪漫的东西，有道理，就是那个音拿到花就会有音乐很辣。You are my sunshine。你英文不好。好，黄轩。张立东，谢谢队长。Amanda， 好的，第一棒就位。好，这个环节由我们威廉队先攻，威廉跟李毅先攻 ，Go。好，是不是来上唐突 ？OK， 来，哎 ，Go。哎呦，我为什么要露出痛苦的表情？要两点多几点睡？为什么感觉李毅比较痛？要两点几点睡啊？昨天下两点多，难怪会痛，你熬夜会更痛。哎，不能整，不能整，不能整。OK， 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好好好，不能整，他说不能整形，被发现了。好，这是小杯少，哎呦，这是老杯少的概念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很好很好，你不用等，这样走回去了。对，下下上，走，让他们完蛋，完蛋，完蛋。哦，你不要骂脏话，对啊，传导。你们是共同体吗？你为什么这么靠民意？不能整呢？没整啊！啊，掉掉掉掉掉了！耶！李毅！但是你们知道怎么样吗？黄鸿轩好笑。什么啦？真的假的？你怎么变成这样？这一次压力很大，气炸几回啊？那样那去蒙骗。怎么了又怎么样？下一关，第二关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 ，yes， 你们先，我最怕这个，对不起的阿东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输，我去醒醒了，加油啊！最近一次被男生背是什么时候？应该是鲶鱼哥，鲶鱼哥背我，他背得动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鲶鱼哥。哇塞，鲶鱼哥上天去看中医，我看到他。箱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这样行不行啊？小心，小心啊！小心啊！真的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吗？好，小心，小心！开始。你要给他给，哎，我错了，我给了六点，给了，加油，加油！他就直接用隔空用丢的，我背你了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失败了啦，没有，失败了啦，二个人都撞到掉下去了。再一次啦，还是来个气势的开场，好，好，加，爱逃罗浪。时间不多，快点。爱逃罗网锁定你。对音乐就好了，不行。来，好 ，Go Go。张国荣，来来来。哪里来的大汗？流大汗。健身了。张立东，来 ，Go。安东
过这一关。你怎么翻？我的人生太酷了。没错，加油！啊！中！好强啊！难道来做效果吗？不是。难道你可以？你脸怎么抽蓄哦？放好，放好，放好。你是故意的，你是故意的，你太夸张了。你干嘛？我这个场子要干嘛？不要放我整个人倒了。好了好了，算了，失败失败。平手，平手嘛，没没，我们还没，哎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对，所以，这一比一啊，平手 ，OK OK， 连续三关平手，马上进行最后一关，鲤鱼跃龙门，鲤鱼跃龙门，挑战飞跃移动中的珍珠板，最多增加至三遍，最后看两队队员谁剩下来的气球数量较多，即为获胜。鲤鱼跃龙门，你们挑战派出谁？我们马上派出先会过的，好的，茉莉。有把握吧？最后会我没过，我应该 OK， 我应该 OK 的，加油！我加油！茉莉最近都有在健身。哎，那你穿这鞋子好跳吗？要不要脱鞋子还是什么？没关系。哇哦！他很哇，好，好强哦 ！Let's go！ 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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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画画画，画画画，好烂哦！他看起来很厉害。鞋子有关系吗？真的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是鞋子。好像是。我就说问你要不要脱鞋？脱鞋。真的要脱鞋？为什么不好好重视我的游戏？好惨！我们派出阿明达。阿明达背心要不要调松一点？没有啊，这一集就是差不多紧绷了。因为我们就是算气球的朋友，他的气球看起来好挺哦。对。不要限制他的风格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好紧张哦。阿明达没跳过，对不对？没有跳过。首次跳。手跳。阿明达。没有，脚不要翘，脚不要勾。好。好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飞起来！没有人要救他，好惨！威廉就首次派出，那么快就派出威廉了，你好客气啊！对，我不想浪费时间，不想让他破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两位队员可能都会破。真的假的？这么没信心？对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妙影 ，Go！ 好，拿到旁边，好 ，Let's go！还有吼哎！你是不是弄到脖子？是不是扭到了？还好吗？好像听到啪啪两声。我也有听到哎，但是气球破掉的声音，跟着我的颈椎的声音。跟着你的颈椎。接下来我们派出好黄轩，加高手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黄轩上次有跳过吗？有。黄轩 ，Are you ready？ OK，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哦呦，好轻松。比比伯伯，哇塞！还有一些那个颈椎的声音，对，哇，他都没有。一百八，安静。好，男孩先有小钱，年轻就是本钱。郑杰，不要输他，郑杰加油！不要有压力。你是跳高的吗？郑杰 ，Are you ready? Ready.他的旋转是直接在空中的，有，他这样弹一下腿，不错不错，很好很好，厉害哦，好，换你们，我，哇塞，好厉害，讲那么多，哇哦，啊，好久那么好啊哟，干嘛语无伦次，你要过了，脖子哦，懂不懂？对对对，满身多一点，我们等你，好好好，队长加油 ，OK， 好，简凯乐第一次跳。加油！真的不想跳，下，我真的不想跳哎！过来了，来了，然后跳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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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是有进步了，有进步了。不要一开始就愁眉苦脸的。鲤鱼，不用讲，要信，不用喊。鲤鱼跃龙门，鲤鱼跃龙门，鲤鱼跃龙门。你到底想干嘛啦？你就吹一下。一个气势的开场啊！你是谁派来的？鲤鱼派来的。拜观音的感觉。拜观音。好，好，给他一个安静的空间，不能讲话，不能有配乐。你就这样啊！他有一个笔头啊，这个尖尖的笔头。淘汰，好乖。淘汰就当你懂。还是有气势的开场。很好，加油。爱好罗浪。时间不够，快点。爱陀罗王锁定你。对音乐就好了，不行，不可以。来啊，好 ，Go Go。加油！完了，加油！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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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没有破哦，没有破，没有音乐，没有音乐，道具倒出来，道具倒出来。好，马上进行第二遍。第二遍我们派出，派出我。队长加油 ，OK， 加油 ，Yes，I'm ready。Go， 有创业跳法。哎呦，差一点呢。耶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那差一点踢到了。那我们派出洪轩，洪轩，洪轩可以的，洪轩加油，香香洪轩，洪轩没错，香香的 ，OK， 洪轩香香的，轩加油，我们的战斗才刚开始而已。哇！起立蹲下，不错不错，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。得分机器给你，对，得分机。正点，正点，得分机器。好。哎，队长，现在不是跳不跳破问题，是气球最好也不要破哦。哎呦，小鲜肉的厮杀，加油！来啊，加油！不错，破。为什么要敲到？哦，没有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过，恭喜，回耶，谢谢谢谢，两个两个两个 ，nice， 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废话，没有人过哦，也没有音乐，就直接来吧，加油，还有你，可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哪里都，李东。国民男神王大陆趁着教师节特地返回母校，亲自下厨做菜，要给他的高中老师享用。不过身穿厨师袍，模样看起来相当专业的王大陆，不知道他的手艺到底如何呢？因为其实我不常，真的不常下厨，我很常下水饺。最不常拿动刀。阿弟有个吃过还不错的料理。还没，其实我蛮想吃一口的。对啊，而且我有用一颗心嘛。不过日前周刊才大篇幅报道，王大陆和捧红他的导演陈玉珊果从甚密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师徒情。王大陆也趁着教师节前夕，不避嫌的特地感谢他的师父。啊，他也算我的师父，所以我也今天也可以顺便感谢一下我的导演，我最爱的玉珊姐姐。没有，那就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庆功宴啊，对啊，那每个人都有玩，现场就是很温馨啊，很开心啊，我们辛苦那么久，对啊，没什么好解释，这是啊，就是下次要记得要有分寸啊，我觉得学生都要有分寸，那有时候可能真的玩过头，那
不好意思。而之前王大陆裸泳卸课露出臀部的画面攻占各大版面，没想到近日却传出遭到一名妇人检举妨害风化，这让王大陆也觉得超惊讶。我真的很惊讶啊。为什么会觉得很惊讶？会省钱就哦，是哦，还有人要搞，很无聊。I'm ready. 威廉加油！非常加油！威廉 ，OK go， 破！加油！威廉今天好烂哦！天哪！射也射不中，跳也跳不过，曾经的小鲜肉，输了，你们需要威廉输，下面准肩膀，非常的紧张。你现在输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错。然后我们前面玩的游戏全部都平手，所以他们现在这两棒非常关键。是的，我们要把命运交到这两个年轻人的手上。好的，紧张啊！哎，要不要先算一下对方几颗？我们一定输的，因为他前面都没有碰，他都没有碰，但有可能他在这一关。不要这样子乱讲，不要乱讲。红轩加油！红轩加油！相信红轩加油！加油！先了，先了，先了 ，Are you ready？ 可以可以可以。Go！ 加油！不要笑，红轩，不要笑他。我先帮你做一个有气势的开场。他知道，他知道。好来，走。他是什么？好棒哦！梦幻，快点。他是仙肉。等下工作人员还要亲。紧张了，好，还有你。真的不要紧张，好，让我放一个胜利的响炮。不要被影响了，不要被影响。加油！会不会太久？别别别别！比他，我现在跳一次啊！进惩罚！前三关两队势均力敌，达成平手。最后威廉队靠小鲜肉黄正杰的一跳打败凯乐队。凯乐队，你们就接受惩罚吧！惩罚胸口最大球，两两挤爆一颗气球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怎么这样子？不是这样配好了吗？队长自己选，自己选。女跟女，男跟男啊。女跟女，男跟男。女跟女，男跟男。OK。是吗？看不惯，何必相怨？美好生活别放错重点，为你煮了汤面，却忘记方言。我的真心才值得品味。Why so serious, baby？ 世界很大很危险 ，I don't care， 只怕你小心眼。Why so serious, darling？ 一切美得像电影，因为此刻你在我身边。